文德书包减重中心，你好。背书包的姿势不对，会影响脊椎的发育，形成脊椎侧弯。书包背得太重，会长不高，影响发育。书包的重量要适当，背书包的姿势要正确。书包的重量乘以8，不可以比你的体重还重。例如32公斤的人，书包的重量不可以超过4公斤。书包要双肩背负，肩带要宽，书包要紧贴腰部。有关背书包的问题，请拨打电话2257-7193转40，2257-7193转40。我就是笨啦，对啦，你就是笨啦，背那么重的书包来才会长不高啊。那你不会背轻一点的书包来学校？美女，我以后会用正确的姿势来背书包，请你原谅我。可是文德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美女，我以后不会再背那么重的书包了，请你原谅。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。2、1